202解题说明第一小题，我们点选投影片一，一只 A， 我们点选除细小猪的图片，为了确保锁定长宽比，等比例放大，请按住 Shift， 点选右下角拖一，放开。一只 B 在空白的地方点按一下，按右键选取背景格式。背景格式实心填满，色彩选取黑色，文字一。第二小题，点选投影片二，点选图片，接着在图片工具里面的格式、图片光线、宽度，由于没有污点，所以我们按其他线条，在线条里面的宽度。好，改成 5pt，按 Enter。接着第三小题，点选投影片三，在表格里面任意点选一下三只 A。我们点选表格工具里面的设计，首先勾选标题列，接着表格样式，在其他里面选取中等深浅样式。三只 B 上方变成黑色箭头以后，点按开始拖曳。好，依据题目要求，请点选上方的版面配置，平均分配栏宽。三只 C 修改下方，好，点按以后选取680，依据题目要求字形粗体。大小 28pt，色彩红色，网底请点选表格工具上方的设计，右方网底玫瑰红，请选取其他填满色彩，自定，自己输入红色242，绿色220，蓝色219。按确定。三只 D 文字对齐，选取收入、支出、余额，接着点按表格工具里面的版面配置，依据题目要求靠右对齐。接着选取备注说明，靠左对齐。标题文字移到左方，好，出现黑色箭头。点按，选取以后，至中。接着第四小题，点选投影片四，选取4000元，点按文字框。接着绘图工具里面的格式，文字艺术师，好，文字效果，点按，改变反射。好，选取下方反射选项。自己输入透明度60%，距离2pt，按 Enter。第五小题，点按投影片五，五只 A 点选6个月文字框，格式里面文字效果反射，反射选项，透明度60%。距离2pt，按 Enter。要选取除号，由于除号被文字框挡住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要先利用常用里面的选取窗格。好，格式化图案我们先关闭，选取除号三，接着点选绘图工具里面的格式，选取图案外框，点按好。无外框，最后五只 C 复制动画，点选投影片四，点按4000元，接着选取文字框，动画，右方复制动画，点按以后，接着选取投影片五，好，点按6个月，将动画复制到6个月，
到此解题完毕。档案另存新档，在 PP02 资料夹里面存成 PPA02。接着打开题库练习系统数科评分，确定结束。